样披风仿佛儿童剧人物，代表民进党参选高雄左南立委李博毅办亲子园游会，还打名人牌。刚刚跟小朋友在玩吹泡泡，玩得很开心，小朋友都很疯。发现你玩泡泡，小朋友、我比小朋友更疯。对啊，我可以为了你延长那个开始的时间，让你多玩五分钟。鸡排妹郑嘉纯来到高雄力挺好友参选，李博毅在台上和小朋友玩起气球剑，把握暑假倒数亲子同乐时间，关注育儿议题外，诉求打造友善育儿环境来减轻新手爸妈的负担，争取亲子选票。不管是阿公阿嬷或者是家长们。把小朋友带出来，趁暑假最结束之前来放放电。蔡英文政府对于这个育儿政策，那对于公共托育等等的这些政策的执行有多少？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努力来做这方面的争取。大人小孩席地而坐，参加亲子园游会。国民党对手李梅珍化身美食带路达人，好好吃哦，超级好吃的。拍影片介绍左南区巷弄小吃打空战，本尊在传统民俗月走进国贸社区。左营男子这边大楼盖的比较多，都会遇不到他们，所以趁着这次普渡大家会下来，我希望多争取跟他们就是直接碰面，然后也争取他们的支持。把竞选小物亲自交到选民手上，李梅珍想拉近和选民的距离。趁着民俗月普渡习俗，走基层瓦岗井路线。三立新闻朱伟达、林冠雄、王玉文高雄报道。